决赛啊，两队的国手周手在场啊，来，好，首先我们热情的是国国的球员，好，我们球员在有谁光辉的呢？受伤的没有来，所以我们这边介绍出场的是九号黄志良，十号国安的三号黄磊乐，十一号张志文。16号吕书燕，55号戴旭王思志，77号潘建子，99号谢世奇。好，我们这边国光的球员 ，OK， 现在混道球员，我们的2号王启佑，7号吴彦士，6号张文志，13号李炳乐，13号王志友，14号罗浩天，新杰德。16号光辉因为球员受伤啊，今天只来七个人啊。决赛希望有看头，OK， 光辉的外援郭天炎美美都没来运动，报告出来是他的半月板有点裂，然后韧带有点裂，然后骨头肿，明天早上才知道他的详细他的脚的报告。然后乃兵也是昨天脚受伤，那天比赛弄到脚，所以方辉今天用八个人来应战，打这队差不多几乎最 normal 都有周手等级的滚烫。好，我们这里是本次组合杯最后一场比赛哦。有点，哎，全有点白。OK， 奔套报告呢，传给韦晨。哥哥，再给韦晨。会传进第一个三分球有没有？没有，篮板由伯哥抢下，再交给王景龙，王球丢给里面眼镜，伯哥直接勾背盖，被俊奇闪了一个火锅，哎，光辉的球。
四上持球，苏燕三分没有出手，贾恩给打中座，志良没有，给俊奇，俊奇投了一个三分，没有打板。伟成快速进攻，交给 Burger， 犯规，裁判吹了一个。燕青犯下了第一个犯规，光辉的球。好，你们有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来帮我分享。现在两百个人了，分享分享，看看决赛，现在还是零比零。时间过了一分钟，志良中距离出手，小梁没有，弹了两下球出来。好，看到很多阿宝啊、福华啊、姐姐洛啊，你们全部进来，快分享。王景龙三分出手没有，篮板。哦，我哥停下来，因为观众太多。光辉的球。哎，你们要分享，我下面看到你们有没有分享嘞？证明你们没有哈。球到具体手上，被拍了两下。要选择自己切入吗？选择，这里 good pass， 哎呦，至少停了一下，再交给俊奇，小梁骗了一个转动作，中距离，两分，返回先开包哦，文涛又再次 turn over。光辉的球，塞博，2-0，光辉领先。这黑白大战哦，谢志韬持球单挑王景龙，没有，景龙拿下篮板，没有丢快攻，伟成控着，交给 Burger， Burger 交给魏传进，魏传进第二次三分出手，有，魏传进。你超级粉丝肯定分享了吧，帮我分享你给要取水站，还是你要摸多取水站。志良三分还别，哟，小梁三分，光辉现在独得五分哦，小梁。好了，好兄弟一动在医院躺着看直播，他帮他拖了三分，阿狗三分，阿狗也还毅力三分哦，三分大战了，现在6-5，文涛领先一分。Wesley 切进去，小梁再来一个三分，哟！小梁两粒三分球，光辉8-6，八分都是小梁拿哦。小姐 ，on fire， 一动，你看着直播帮忙分享，他帮你投了这两粒三分。一动在医院看着直播，现在等你明天脚伤的消息，我再公布一大奖。哦，这里传得太深了。哦，现在8-6哦，八分都是小梁哦，一粒中距离两颗三分哦，哎，出手现在目前是100%哦。伯哥传给阿狗，阿狗传给景龙，景龙直接切入再给阿狗，阿狗三分有没有再还回去？没有，直接 able。现在阿狗换小乐，各位在看直播要帮忙分享，给人数高点，这个决赛8-6，光辉领先，就丢了一个高控球给志超，志超没有马上第一时间选择 N 篮，近期控球，哦，就接来个 crossover。给至少选择转入进去，两分没有，返回 shooting foul， 至少
他站在罚球线上。第二罚没有，锦龙抢下篮板，由 Burger 控球，小乐主控进去了一下，挤了一下 Burger 往里面几秒，小乐踩线两颗踩线，现在9-8光辉领先一分。七七控球直接丢里面给小梁，小梁没有没有马上选择第一时间进，再丢给聚集后仰中距离没有，王景龙抢下篮板，在未穿进，直接切入传给王景龙，哦，裁判去了一个拉手犯规，塞博，哦，陈文泉也要。也进来直播啊，帮忙分享哦。三分球未传进，没有。哎，博哥瞟一下，球还是混套的。哦哦哦！哇，锦龙传了，太美，没有错。现在二打二，小乐马上追回来。哦，博哥，博哥传出来个大火锅。OK， 现在赛博光辉比数一样是9-8，光辉领先一分。球交给苏燕，苏燕交给聚集，聚集没有投篮，再交给 S，S 选择往里面挤，没有篮板 ，S 再拿回来。哦，小乐，下面投球被吹了犯规。而且站在罚球线上，有第一罚罚进，10-8。第二罚有11-8，光辉领先三分。伯格中距离有，11-10。而且三分被干扰，没有，小乐马上发起一个快攻，伯格在后面绑鞋带，交给韦翔，再传过来。再传三分有没有？骗了一个假动作，中距离没有。苏燕骗了两下，往里面挤，球还是交给 S，S 直接拿起的投三分，是14-10。S 的三分呢是没有管前面有没有人了。伯格再来中距离，有连续四分，伯格。14-12，方辉啊，聚集差点就出手了。再来 S 再选择出手，两分三分球 S。哇，方辉第一节就已经进了4粒三分球了，有2分都在三分球内，17-12。伟翔往里面犯规，伟翔立立罚球，球滑哦，坏地球，
好，我们请对面分数下面的地区还有帅哥美女们，不要点这方的那个分数，黑黑，不要点这分数。第一球进围墙，17-13。两分，输液没有，篮板有七号小夏。对，小乐发起快攻，球交给波哥，再来中距离吗？有，连续三个。哦，波哥连拿六分哦，现在同个角度的中距离哦。阿奇接选的中距离没有，再交给波哥，波哥冲上去篮。直接左手挑篮没有，球交给志文，再交给俊奇，俊奇选择慢下来 ，Ashley 该连投两粒三分，会不会再投？没有，直接往里面挤，哦，犯规。来吧。在交出一个暂停光辉，暂时领先两分，时间还有两分钟多。八个人很好阵容哦，可是一直没有把没有办法领先光辉哦。光辉今天三分就是说起缝，第一节就来了四个三分球。来，光辉开球，小梁控，小梁对小的，再传给俊奇，俊奇直接投两分球，有，中距离两分。球交到景龙的手上，直接尾翔控完，有两分 ，good pass。好，再看到的帮我分享哦，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家人朋友们看。紧张的决赛，19-17，小梁直接选择投三分。今天第三颗三分球，小梁22-17，终于找回他的手感哦。志勇往里面挤，丢出去，哦，丢太深。光辉边线球，阿良输之前帮忙分享。犯规，永胜犯规，防守很到位啊，还是犯规啊？被偏跳起来。有地球罚进，23-17。有第二球还是有，24-17，光辉领先。哇，光辉
只来八位球员哦，决赛一动受伤了。华伟翔还是稳稳的两分，梁伟翔。捏了持球，对伟强会不会进攻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志勇对志文，哎，来个 blocking， 没有。钟经理，没有，小的抢到篮板。哦，被中间超截。中后三分球试验，没有，打到三分板。赛博光辉了，哦，现在奔套打到很被动哦，光辉就很积极。志昌，裂了，直接中距离选择出手，又裂了，两分。轮到阿红、李阳、Ron 全部把我分享，林黑妹。俊豪帮我分享，来分享分享。哦，来不及。光辉第一节26-19大比分哦，拿到26，26-19，小梁现在有点说气氛之差。接接喽，打输人杯，不是这个比赛。现在是 repair 片段了，replay 片段了，包括同个角度进了三粒中距离。第二节开始，光辉开球，哦吧 ，foul in。开赛马上来一个暴雨，这粒球进就领先奔到十分。所以篮球是圆的哈，问到现在 first fight 里面有三个是国手，好，领先十分，光辉，光辉这里有烈乐是周守志文，志超。哎，我小梁跟 Ashley 都是素人哦。会传进，往里面挤，被打到头，犯规。永威身价很高，不敢打，怕伤到。
啊，第一发不进，未传进。有第二发进，九分。累了走步，在裁判面前换脚。三分投了一个 Able 未传进，外太空射手哦，他也成为我们波门的十一届外太空围场。伟成交给 Burger， Burger 直接三分，有 Burger 三分球，小梁杰出手 Able 太急了，伟翔交出去，小梁再出手没有了，请龙哦，选择计算犯规哦，小梁第二节有点急哦，连投两粒，一个 Able 一个动请分，人数来到375人，帮我分享一下，你们在看直播也帮我分享，给他去500人，讲话不要有默念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以下给我留言沟通，我会回答你们。锦龙第一发罚进，比数缩小成5分。第二球发现也就缩小4分，29-25分数已经追来哦。Ashley 控球，苏燕死球，可烈了直接投，没有，篮板烈了踢抢回 ，Burger 跳了一下，球交给锦龙手上。篮板不进，阿狗。换人，小的换阿狗。哦，传给教练了，把球传给教练，把球传给一恒了，笑死了。所以教练在场球赛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。一动脚受伤，星期五的时候打这个比赛啊，韧带撕裂，还有半月板撕裂。所以他现在在医院看直播，一动在跟你们一起观战直播。朱伟豪分享，邱姐分享，我看到你们进来看的。就在右侧后面，
另外我们呢，就能够参与我们等一下的幸运抽奖，送出很多很多的电器，包括我们的搅拌机啦，烤箱啦，还有电视机。阿狗有答，阿狗在休息，现在应该换球了。浩辰，真好，今天好，帮我分享去多多出水站，来多多出水站，多多啊多多，不过中距离 A ball 来了，我刚刚变好朋友，外太空射手，中距离第一次 A ball 感觉如何？等下会访问他。指纹控球，球被伯哥跳了一下，啊传太高，要交给小乐。然后的韦翔，韦翔的景龙，景龙接两步进去，打手犯规 ，Ashley 打手，今天光辉子来，光辉几个？七个还八个？光辉子来七个人哦，打到这个成绩也是敬佩哦，29-25，温涛队是全员到齐哦。我手王景龙。第一罚不进，球是很悬，不进。哎呀，国龙来了，支持伯哥哈，给伯哥 on fire， 请大力分享。29-26，光辉领先三分 ，S 里控球，跳了一下。对，被三百个打火锅。小乐进攻，传给魏川进，直接走 back door， 哇，球就好像保龄球这样。哎，你好，不要来了。伯格三分球踹，这里歪到很孤立啊！韦翔抢回篮板，两分，二十响响起，小心，偶像没有闪破他嘞，蒋红，还是 turnover， 人数来到500人，再来帮我分享分享，也过千人。再来帮忙分享。累了，中距离有两分，31-26。我们白杠王子，白杠王子进来了 ，LDK， 我这边帮他打一个广告 ，LDK 白杠王子，申红，王申红，哦，帮你打这个广告，是时候来赞助我一下了，哈哈。来，没有。有温涛乔老板，小乐积极快攻，接投吗？接投吗？没有，不投，叫韦翔。还是传了个地板球，滑掉，哇，二打一。哦，积极来个 miss。哦，阿梦、罗姐都进来了，帮忙分享哦，人数在上哦，来分享分享。谁是你老大？你才是我老大 ，LDK 白杠王子。所以你现在要不要分享 ？OK， 景龙直接撞倒一个人，拿进，具体直接跌到地上。对，31-30，一分差距，该还是输一分哦。光辉没有后补可以换了，光辉今天只来八个人。好、哦，景龙超杰4-2，啊、哦，撞了一下分开。志勇没有，
传回拿球，小梁二打一，哦没有，吹回来了，哦，这里没有吹哦，有点走步的嫌疑。小梁犯规，突出小梁，小梁今天已经拿了11分哦，才第二节，第12分进账，拿了12分，小梁今天手感火热。第13分有吗？没有，弹得出来，篮板由景龙抢下，哎，敏乐，小乐控球，交给志勇，志勇交给伟翔，伟翔对打俊奇，还是传给志勇，志勇偏了一个假动作，把球交给小乐，小乐直接切左手上篮，没有，俊奇抢下篮板，小梁中距离没有，篮板由敏乐抢下，前面的状况是4-3, 4-2，等景龙，景龙交给啊 ，turnover， 景龙传了一个 turnover。二号奔套名字叫王景龙。好的，三位观众，我们结束这半场之后，参加我们是我们今天的参赛。时间剩下只有三分钟53秒。移动把手，哪边的脚讲好？你没有打，你打赢了喂！现在在领先中哎，温涛没有领先过。帮我分享啊，哪边？来暂停结束，即将进入第二节，剩下十分钟。马贝马贝，进来就要分享。你们可以去找一栋哦，他在医院打住他的那个血了，打住他的那个肩。小梁，哦，差点犯规。志文中距离，哟！3-4，小乐直接三分出手，哟！硬硬把分数拉小到一分。好，陈宝良进来了，帮忙分享。来了。志文切入，没有，没有，来，接了，加假动作，两分还给了。博士也进来了，很多人哦，很多人都进来看了，36-33。小乐再来一个两分，别来五分。守不到就是守不到，再来了，又是一分之差。俊杰拿球慢了下来，交给小梁，小梁给了一个手势拖慢，没有，来球给景龙抢下，再交给小乐，小乐会不会拿分吗？球交给志勇，志勇给魏传进空档三分球，没有啊，弹了出来，啊，杜景全在线直播，请帮忙分享，万能福海鲜老板的。进来看直播，帮忙分享。OK， 赛博，赛博是不跳的。啊，现在咱们换了一个球。分数啊，分数3-5、3-6。分数3-5、3-6哎，不要。啊，这里3-5。哦，我们分数机器照住我，有点紧张。小乐再来三分，3-3-6。
哎，两分两分，三七三六，三七比三六哦，很多新王啊，红也是想聊三分球，没有，四分，三十七三六啊，第一问到第一次领先哦，球交给小梁再投三分，没有啊，小梁第一节过就没有了。魏传斌快攻，三九三六，不要紧张，现场对就可以了，我们这里帮你报告。看球，看球，锦龙三分线切入往中间走了个两步，哦，裁判就是走步。喜欢选一个走步哦，因为左左右是走步哦。小梁控球，没有，接到抢下篮板，转了两下，选择中距离，没有，小乐抢下篮板，直接又给了陈俊，连续快攻，41-36，比数终于到给坤套拉远了。第一、第二节的变化好大，连了往里面传外面，小梁被点了球一下，阿奇静静给了，哇，在快中间 ，3 seconds。进去三个，不知道叫了一个三个。哇，一栋又来直播有分享吗？警委来直播分享吗？一栋，你该进来的时候是赢了嘞，你走按出去啊，输掉。41-36。来，暂停结束。OK， 小乐控球，40秒进攻。这个三分球，这个三分球，44-36。这次他往里面挤。没有，传了出来。哦，他取了一个犯规。上半场结束有两颗罚球。哎，我要去投半场了啊！等下上半场结束我再出现呢。好的，你们。
是我们下半场比赛，我们不好以九分之差领先，第二节。交给 Burger， Burger 接三分，有。好，那现在是我们十二中场休息时间，现在一样，我要抽出幸运的先来抽出，那我们请回车。班长投篮哦，昨天被我投进一粒哦，今天看谁拿谁拿到五百块。主播单位每一天都 offer 五百哦，谁投进谁拿。三百多人在线可以观看投班长。新闻委员会的会长郑先生，先生，新方的好，幺幺四二幺幺四，幺幺四二九三幺幺四二九三幺幺四二八三。
我靠！哈哈哈哈哈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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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
可以超过线，所以他进了500块上了。直播在排挤他算钱的。报告投三分。一来就投进来一个三分哦，我现在要拿现场的麦，要拿这个麦讲话。Ashley 控球，丢给里面，志超，两分。在48-38。王景龙拿球，再给伯哥，伯哥再给王景龙，啊，这里丢给一位传进，三分球没有，传进三分球没有 ，SD， 再交给魏川，哇，魏川传个 miss 吧，没有人的时候传。小梁控球，俊奇控完中间熬了一个脚步，没有再继抢，上俊奇反底两分。比数来到48-4，传进三分空没有投，伟成没有投，王伟成，
快攻，两分未三分，结束了啊，盖茨三分哦，小梁控球，哇，阿奇，好，现在我也还没有力啊，该走路。输了两分没有，阿狗直接来个快速攻，哇 ，Ashley 马上超了，波哥直接中距离，有两分，波哥。哦，被超级了一下。锦龙两分没有，帮忙分享直播，哇 ！SC 惊奇对 SC 空中接力两分，哦，两分制造。又 miss bar 多一次，黄锦龙连续 miss bar 两次给魏传俊。哇，锦宏，哎，看你哥哥 miss bar 两传了。说你没有打锦宏，没有人教你啊。S E 大号三分球没有。篮板给出院拍了下来，小梁三分球没有，还给具体抢到，具体中距离又没有，篮板具体自己抢下来，再交给 Ashley 切中路，直接传，哦，这里有点踩线，哇，也信不信？阿奇在拿罗门篮板，光辉阿奇很重要，要光辉唯一一个中锋的，要扛完四节，现在扛到第三节。F 往中切入传外，哇，属于渊明选择出手，哦，知道。啊至少加罚 M1。罚有，分数缩短到八分。中距离那个哇后夜太后夜，直接来个 A 波。晋级单挑，有没有被封了一下？哦，犯规，打到脸，传进快攻，把握。
我们优先把一个入场，我们列入我们的名单。地球不近，分数也越近。网球不进，下一波。我直播间换下苏燕。体力也是对他们一个考验哦，整体已经慢了下来，在对方有一横之叫放了小乐进来跑，看会不会奏效。俊吉选择中距离投，有观察在六分，阿狗骑马射箭，阿狗骑马射箭，两分再拉开八分。哦，阿狗接上前，小乐向前冲。哦，直接一个被超截的边线球，文涛的球。丢屁股，两分，微转进直接丢阿七的屁股，直接进来。地球地。接球不进，阿狗在坐飞机，小乐在努力往前跑，拉了一下，为传进三分球，没有篮板，俊奇抢下，哇，俊奇身兼多职啊，全部篮板了，跑，犯规，第三号人出啊，围墙释放啊，被换出去啊！你小旋风又来教他两招。Ashley， 58-50，王启龙，王启龙中距离两分。小肥黑剑没有分享吗？还是讲话没有帮我分享？快攻！哇，这快攻没有来到上哦，还是选三分球的？没有，练到强了吧？
赛博跳，会不会有一个暂停？第一节光辉领先十分，第二节问到最回上一六分，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领先十二分。光辉是否还有没有力再追回来？还有十一分钟二十秒。开始了，一节就来一个被阻碍，塞博问他的球，小的开球，两分，严禁，严禁两分。小梁出手三分，没有。给位。哦，冠军太紧张，看球啊，叫人家给回哦，做太多教练了。晋级终于没有，小梁过篮没有，捏到强篮板，有两分。第三节结束，两分钟过，我们回来我们的第四节。比赛完之后，我们将有限的进攻点，晋级控完中间熬了一个角度，再进球，上晋级反击了。
两分，哇！医生来看篮球哦，有点悲哀哎，帮他分享一下。66-54，12分的，哇！留了四分，66-56，小的控球。交给锦龙。八掌定人了，现在不知道。没有。手指都碰到球，你要今天只是开新山哦，只是做我们的篮球风的赞助商，还是新山有了，我不懂。流传服务工作不要做来看直播。金宝超杰，啊，阿奇不在，找位置坐位。
谁？小肥，那个肥的。那个肥的。那不要再转我风火轮了。小肥听到吗？狗天不要转风火轮了。哇，永威也进来了，伟宏也进来了，分享咯。哇，永威专门来打光辉，徐永威，哇，难死哦，给你打没事，比赛不要打哦，这些小波人哦。永威现在直播还要中鸟啊喂！在打牌了。OK， 暂停结束，回来。被包夹。啊，裂了，裂了，对王景龙，旋转都在原地。
韦翔人副进场。时间在最后五分钟，71-56。缩小到12分了，还有机会。王俊凯现在直播了，还有三分钟多，27秒，59-71就结束整中杯的这场比赛决赛。主播加油啊，我要去万能府海鲜吃螃蟹喂。72-71，分数少了9分，来了高潮来了。网线去调一下就好了，我都很清。还有萌吗？
嘉伟来看直播，不要来比赛哦。现在谁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好体育精神。好，嘉伟，侯嘉伟，我讲的就是你。九分之差，两分钟半。干你！你看你们讲我。帮我分享都没有用，没有来打球，害宽联应该可以赢啊，被人输掉。你要讲跟宽联交代，宽联只来多少个？七个还八个吧嘞？打到他们要走路哦。维扬，我讲了就好，帮你调好。哎，喂，直播不会等啊，讲鸟他，鸟他了。好，现在裁判在弄这哈，就是那个分数啊，记录他有错，就是记录错那个犯规次数。现在争执，光辉教练不接受，光辉教练不接受。OK， 来小段控球，交给 Burger， 直接来个地板进去，哦，没有吹，哦，小梁推了过去，5、4、3，没有，锦龙抢下篮板，往里面挤，哦，没有，小梁发起快攻，我马上来。交给自己，所以直接选择投三分。小梁抢到篮板，还是一张持位控球，直接一个 miss。三分直接爆印，比数又拉开11分。时间剩下1分钟38秒，光辉下一波进攻一定要进啊！哦，哎，老梁在爱飞老船，走，老梁在爱飞，留下来，走。啊，光辉这波进攻很重要哦，一定要进，进还有人打。啊，起来个中距离，稳定哦，没有，来投 A 波，下一波还是光辉了。起两步，哇！起 M1 回来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1分钟18秒。再守多一粒，光辉再守多一粒，有机会啊！这里要投进啊，起。哦，没进哦，怎么拖慢了？
不过三分首定胜局吗？三分锁定胜局，你小梁三分，提早结束比赛了。哦，结束了。恭喜分打冠军，我们主队恭喜你们夺冠军，我们是荣誉荣誉学校所三十二年的社团荣誉荣誉学校，今天我们的学校荣誉学校三十三杯完美的学校，我们要恭喜我们队海关军队就是我们的分打，我们也要恭喜我们的亚军，以及带来我们的进行简单乐舞仪式场的毕业活动，那毕业之后呢，我们才会开始我们的抽奖，我们拿着那个幸运的大家来我们参观，也叫网友的抽奖，就是现在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颁奖和毕业仪式，我们要特别恭喜三支夺冠的队伍，分别是刚才的 FYPC。